我唱歌喜欢闭眼的原因就是你没办法，是非常接受我的过去的，真的很胖，又胖又非主流，特别胖。那你看这脸可能有像我三个那么大，每天跳十几个小时，自然而然就瘦了。我说妈，我要去上一节课，可能要600块钱。妈也不问为什么，就去借也好怎么样，就帮我。到现在我有能力了，我说爸妈不要工作了，我说我养你。说我养你，你觉得我像霸道总裁吗？就每天就这样瘫着，然后猫就没看综艺看电视，其实就很普通人。昨天就在想，是不是他们不爱我了？我真的是这么觉得。我说实话，我真的挺不开心的。Hello， 搜狐视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Jiacheng。没有想过我。刚结束一个人唱会，这是第二场吧？心情怎么样？不然为什么肾上腺素就莫名的往上飙？可能哪个点就觉得让你特别感动？换衣服的时候，他们在集体唱舞鞋，绷不住了，就有点。每唱完这首歌之后，我调侃一下他们，其实我觉得特别喜欢这种感觉。下次会唱，你知道什么话题？可能比较兴奋唱歌就是。脑子一片空白，让我想词儿，我想不出来。有啊有啊有，但大家怎么帮我圆的，你知道吗？忘词你就知道你是真唱啊。这次在巡演之前有做很多就健身减肥的准备吗？因为最近在拍戏嘛，然后戏里面有很大的舞蹈啊，工作量，有15天培训，每天跳十几个小时，自然而然就瘦了。其实你如果稍微有点胖，是粉丝比你多还是工作人员比你多？粉丝，如果我上镜胖，我真人就刚刚好。如果瘦上镜刚刚好，我上镜胖我就真人刚刚好。方便透露一下，就是其实你最胖的时候达到多少？我有一张照片至今没公布过，是我初二的时候，真的很胖，又胖又非主流，特别胖。那你看这脸，可能有像我三个那么大。你现在在学校里这样参加就十佳歌手什么的，全部被你的粉丝就翻出来，哎，有人回看过。我也看过啊，妈妈烛光、哦、我真的以前唱一半还哭了，因为我妈对还拿第一啊。那个虽然你真的选取老财风开当父母的正好到我学专业唱法转向流行唱法，所以唱的是有点民通的歌曲。大家好，因为会这很正式报幕嘛，下首歌是什么什么什么，会很正式。真的，因为我是在我的高中是出了名的主持人。重点是在收取是不是很多吗？好多，真的很多。是吗？我从5年级就开始收。那你是怎么回应的？基本上没有回应，因为我不太知道这个方式怎么样。然后后面就有参加节目嘛，比方说像录那个小情歌什么的。那时候就很紧张，还跟乐队，因为我以前高中就玩乐队嘛，那个时候还拿第 6、第 4，还打击挺大的，我跟你说。因为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哎，我能唱，但是一上舞台就感觉就好紧绷。那个时候是胖吗？很胖，那个时候很胖，是那种没脖子的那种，也有喜欢剪头发剪特别短。包括上大学，我来到《燃烧少年》，我才开始留这种有刘海的。我今天看这个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我像台阶式一样，从我学音乐，慢慢到现在，我是非常接受我的过去的。我报考音乐高中的时候，是我爸他们都不知道我喜欢这个东西。我突然就说我要去，但那个时候考试已经过了，但他们还是想办法说把我支持我上那个音乐高中，才有我今天现在这样。你之前说过就是家庭，因为爸爸就是去卖录音录像带。我家也不算特别富裕，支撑我去学音乐其实压力还蛮大的。我说妈，我要去上一节课，可能要600块钱。妈也不问为什么，就去借也好怎么样，就帮我。到现在我有能力了，我说爸妈不要工作了，我说我养你。嗯。太大了，真是太大了。看电视就只看那个台。因为我看你的舞台风格，其实有挺港风。对对对。动作那些。dance， 帽子。哪一个是仿星？你觉得是影响最大？张国荣影响我也很大，那就是我们的童年呀，我爸妈他们的青春。看完你在拍戏，因为我看完你就是在拍《乘风少年》，很多特别好奇你是怎么就是有一个机缘接到这个戏。非常幸福的一个事情。我去试戏基本上都很紧张的，导演他们要求我唱歌，哇，我的机会要来了，我就跟今天一样就很自信，然后我就拿到角色了。未来会演出歌手身份会怎么样？不敢说我爱拍戏，这一次之后我发现我学习到很多，剧本都是跟歌舞有关系的，所以很多感触。不敢确定我以后演不演戏，但是我做一切都是为了我的音乐，我想让更多人听到我唱歌。大家好，我觉得歌手现在有困境，好多歌手都
需要演戏，让大家来更关注。你要我舞台上跟演戏，我也毫无保留的选择唱歌。但是正因为是有这么一个剧本，不需要隐藏我的有实力的东西，所以他帮助到我了，所以我选择他。我觉得是这样的。不两个扭像吗？首先他家非常有钱，我这个跟那不是非常不像，对，但是对舞台的热爱跟我真的很像。你觉得我像霸道总裁吗？我觉得舞台那一面我有点像，我只有那个属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这样，但我现实生活中我并不是这样的，我可能是像朋友一样这种比较温和一点。因为大家还在想说你会不会还是那个样，我永远绷不住在舞台上面，因为我唱歌为什么能借助感情，就是我有画面，老师弹的每一个键我就让我全身鸡皮疙瘩。我为什么我唱歌喜欢闭眼的原因就是那画面就往里走，你没办法。那有没有哪一首歌就是你每一次唱都会就崩了会了？我就觉得永不下线的才算爱吗？因为我做了一个改编，就本来中间有一段 rap 是队员他们唱，因为我 solo 版嘛，我就把那个去掉。到后面老师加入一段电吉他的时候，哇，我真的是每次听我都不行。所以我说我重新爱上这首歌，每一次弹那个吉他，我的心就酥到不行。我就说真的，这就是音乐的魅力。睡醒自然醒，一定要自然醒，能自己做点饭我就做，去安排我的英语课程、烘焙课程，要么就健身。我真的就这样，我不太爱出门，没几个人能喊得我出门。那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是谁？队员能，汪世龙啊，苏运莹啊，他们就比较好的朋友就能喊我出来喝个东西啥的，但其他的哎叫我来唱 K 不行，我不喜欢，不喜欢很吵的环境，我恨 KTV。 是，大家都会好奇你在家里面养猫日子就这样，就每天就这样瘫着，然后猫就每天看综艺看电视，其实就很普通人。我希望在家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你家猫对你喜欢撒娇多一点还是淘气的时候多？他们不知道是他们长大了还是怎么样，对我有种莫名的冷漠。以前小时候是很黏的，妈妈的性格真的变了很多。昨天就在想是不是他们不爱我了，我真的是这么觉得。因为以前开门是全部涌上来的，这开门20年没见我照样在那待着，是我说实话我真的挺不开心的。如果是有个人影响的话，你出门纯素颜。现在我看到已经有粉丝叫你叔叔了，如果你以后有个女儿粉，你能接受吗？我35岁再说好不好，现在接受不了。那 TVB 对你的成长影响很多，就哪一位港星是你的女神？李嘉欣。你说你胖了和说你发际线变高了，哪一个比较难接受？胖了，我一胖我就越吃越多。你在朋友圈是不是花了？以前是，现在完全不爱发东西，几天不发。那你的艺人好朋友们谁的朋友圈画风最逗？彭楚月。高站你旁边，你会不会偷偷垫脚？会，偷偷的那种。那你自拍的时候会开美颜滤镜吗？叫素颜的一种滤镜，用那种偏美化一点的拍照软件吧。通常发一张自拍之前要拍多少张？自拍的话其实很快，他拍的话我就说狂按，你就按吧，我就会摆，他就死，我就好挑。那你的自拍角度应该是这样？因为我知道我这边脸好看啊，谁会拍自己不好看？我要这样拍照吗？不会了。你玩游戏的水平是带飞还是躺赢的？属于安全型，不浪就好。说你怎么这么黑，是不是该进入你的下一张专辑？对，打算如果下次回来我先跟老师沟通一下，然后希望上海场能跟大家见面。最后就是给所有爱你的粉丝，要不要问一下自己的心吗？我真的不会问，我相信这算吗？以前真的不会，我以前是这样的，不太会。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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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